给中国第一个物流品牌的交通仪，一个DVOC 释放的一个 Chinaman 证书。在这里我非常的恭喜到夏普尼公司，而东西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青睐。本次我们很荣幸加宝丽旗下的产品海蒂宝贝儿童期荣获德国莱茵 TUV DVOC 释放 China Mark 认证，为孩子提供安全的成长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。于国威先生向直播间里的来宾展示证书，请于总将证书传送给加宝丽集团全装修产品事业部副总经理、市场部总监施以森先生。